干啥你搁那？嗯，没事，我都看那框子盖严实了嘛，我怕招苍蝇。哎呀，哎呀，还怕招苍蝇？自己变苍蝇了吗？啊，想偷吃东西的是不？笑死！你别甩没用。接着笑啊！你看我一甩，倒霉就是他。这个要多些，这个来点，来点。这个是不？啊，行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你看成色多好，刚好我们这十块钱三个。嗯，不太会做生意啊，饶一个呀，再饶一个。哎，真不行，真不行，小本经营都挣不够本钱，说实话。啊，我明白了，不认识我，新来的是不？我自己拿吧啊。哎，你认不认识也不能抢啊。啥抢不抢？那以后你就知道了。有事提我名，菜市场倒八黄。我实在不行了，我真走不动了，真的。你逛了三个商场了，我他妈谁能受了这玩意儿？你让车把我压死，把我放那儿吧。哎，抹口红了，哎。哎，你别走，饭做好了，怎么不说一声呢？说话呀，我都闻着味儿了。你实在不行，你把你裤腿里那人卖我行不？说话，哎，不卖。有你那么做生意的吗？我跟你说，今天非得吃，爷出来了都留不住他。我说的 ，pose 摆好，我给你拍一张啊。嗯嗯，好了，拍完了，拍完了，咱走吧，宝。走，下一个景点。不对呀，你等我一下。